高喊当选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学圣评选战情跑基层，但党内再掀分裂风暴。本是国民党的前立委杨立环因不满初选结果，决定脱党拼了。先是广发邀请函宣布18号正式参选，还上广播节目狂酸陈学圣。如果说16%叫做分裂这个团结的话，我想大概也不够分吧。杨立环话说的酸溜溜，毕竟陈学圣民调时。中差距郑文灿一大截，换将声浪没停过，但陈学圣强调是因为党内还在整合，所以民调还没有明显回温，对杨立环退党一事还是表态未留之意。我们国民党经过初选之后，我是第一名，他是第三名，所以我们不希望国民党栽培出来人才就这样出走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他还能够寻哀乐嘛，更不要做出轻痛仇快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，希望他能够再三思，再三思。喊话要杨立环三思，但脱党似乎已成定局。昔日的党内同志将变成竞争对手，让蓝营原本就艰困的桃园选情再添变数。欢迎新闻陈明彦、许国豪，桃园报道。